来，你看一下这题，他说今天 A 会使得这两事是相的 ，B 会使得这两事是相的 ，C 会使得这两事是相的。麻烦你把比较 A、B、C 的大小，这里怎么算？其实你观察一下，我不要写成 A 好不好？你去观察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它可以解读成 A 是谁？是2的 x 次方和二分之一 x， 这两个图形的交点是不是 A 了？同理，什么叫 B？ 它可以解读成是二分之一 x 次和 log 以二为底 x 次，对吧？哈，这两个图形的交点是不是 B 了？所以同理，它可以解读成二分之一 x 次和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 x。这两个图形的交点就是谁 ？C 的。所以说今天把 A、B、C 找到很简单，你就去画图，去把这图形的交点找到，就是 A。这两图形的交点就是 B， 这两图形的交点就是 C。之后再去比较 A、B、C 的大小，是不是好了？所以说你看一下这边怎么画图，我们去画 y 等于2的 x 次，行不行？还有再去画 y 等于二分之 x 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这两图形的交点就是 A。同理，这两图形的交点 y 等于二分之 x 次和 y 等于 log 以二为底 x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两个图形的交点就是谁？就是 B， 这样行不行？再看什么叫 c？c 是谁 ？y 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为y 等于多少？二分之几次 x 次，行不行？和 y 等于多少 ？log 以二分之为底 x， 它们两个图形，这两图形交点就是谁 ？c。所以说这题麻烦你来画图好不好 ？OK， 去画一个直角坐标轴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首先你看一下指数的图形，指数的图形有什么特征？图形都在 a 轴上方。这样行不行？底数比一大，图形会往上画；比一小，图形会往下画。图形会同时交于这个点，有没有啦？所以说这是 y 等于二的 x， 所以说 y 等于二分之几次 x 次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指数。再看这两图形是什么对数？对数图形都在右手边，这样行不行？底数是二，比一大，图形往上画；底数二分之一，比一小，图形往下画，懂吗？所以说画出来，这是 y 等于 log 以二为底 x， 这边是 y 等于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 x， 好不好？我们很清楚的把图形画出来之后，开始找了。第一个，好不好？什么叫 a？a 是二的 x 次和二分之 x 次。A 是2的 x 次，是这一块图形。二分之 x 次是这一块图形。这两个图形交点地方叫 A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再看 B，B 是谁 ？y 等于二分之 x 次的图形，有没有？是这个图形。和 log 以二为底 x 是这个图形。这两个图形的交点就是谁 ？B， 这样行不行？那你看一下，这个是谁？这是 y 等于二分之 x 次是在这边。好 ，y 等于 log 以二分之为底 x 是在这边。所以说这两个图形的交点就是谁 ？C。所以说对 x 而言，这个交点的 x 最大。所以 B 最大，这个焦点 x 外是 C， 这边焦点 xA， 所以说 B 大于 C 大于 A， 是不是好了？所以说今天算出来，画出图形来，所以说这个焦点的 x 会最大，外是 C， 外是 A， 所以 B 大于 C 大于 A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它看一下。